商汤仁慈网开三面，商朝开国始祖陈汤是一位勤政爱民、为人处事上体天心、下顺民意的英明仁君。有一天，正值风和日丽、鸟语花香，陈汤趁欲出游野外。此时郊外某处，猎人正在四面张布猎网与陷阱。待布置妥当后，猎人向天祷告：不论从地面来的，或是从空中飞降的。有猎物，看我的厉害！啊，不妙！或是从四面八方来的禽兽，都能投入我设下的网里及陷阱，让我们满载而归。耶，太棒了！哇，太夸张了，连老鼠苍蝇都不放过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好了，就这么办。陈汤是一位人民爱物的君主，见此情形而于心不忍，但也不便阻止他们打猎，他便将猎网解除三面，只留下一面，并将祝祷词改为：愿向上飞的快向上逃，太丢脸了，赶快落跑。愿向左的快向左逃，愿向右的快向右逃，愿向下的快向下逃，只有不要活命的才进入我的网中。猎人大为感动，便遵从陈汤的教化，除了命该绝者才入网中，其余皆令其存活，以此方便陈汤教化世人，不可残杀物命，以减少罪业。用心良苦，真是一位伟大的贤君。仰愿十方三宝慈悲加持，怜悯护念，愿所放众生弃放之后，永不遭遇亡捕吞杀，或尽天年，速生净土，并愿不生人等回心向善，
顿悟三世因果，即心佛众生平等无二之理，解冤解结，救世救生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